今后的情况一样哦，对不对？啊，那政府为了讲恁人钱嘛，恁政府哦，啊，我市我专家，可以较好较好谈。因要谈的就可以，因会去谈帮助我这个家庭，和我这个家庭对无钱的挂，安尼可以我再加你加挂啊，我就到了。按我这三啊，这个一碗米吃饱的人，迄钱是哪性命的？迄钱是正重要重要的。伊奈讲我不爱滴钱，因为钱惊了害死伊。这个家，因为钱是万恶的根本，所以伊一开始的时阵，伊的目睭。有一个真水，会许目睭看钱啊，钱无路用啦，我要死啊，所以钱甲我无关的啦，我囝来教安好，哎，真诶，这个钱，这个不会比目睭轻，也爱物件得到社会的钱，无爱得到钱，我把咱讲。讲我常咧钓鱼吼，啊我咧钓鱼吼，我咧常本来阿厝咧讲哦爱食，啊我来钓鱼，阿伊就爱食，啊我来钓，啊我来后日来死哦，阿厝都无人食，阿我来食，啊不然话，就爱一支钓叉，一支钓叉然后阮厝门哦，阮厝门就食咧一世人，因为伊会去来搞去钓，所以唔是只好因。是这个听甲迄个地位可以，那这我来讲讲，我看你们看介绍，这有啥物？啥物件吼？这有啥物？啊，这玻璃，啊，这个件啦，借我哦，来，看着他去。啊，这个件是安怎来？看着他去，啊，玻璃来看着你。什么原因？就是这有文啦，目睭前有金就变有文，目睭前若有钱，就看你看袂着啦。社会的这一切欢喜快乐悲哀，这善者，这上帝甲人，你看袂着啦，因为啥个人看着我。我要安怎用？我要安怎开？我要安怎用好？我要安怎水？我目睭前的钱 plus 加的币，因为这个有水分，炸掉的。而且无水分的时阵，你就是咱钱。咱的目睭前钱看到钱。迄、那个字，予咱的生活压力，甲予咱生活迄个不平安，实在是真大。上帝安怎讲，你着将上帝予你的，你着教呀。而且，不是钱的生活呢，但圣经讲，食素菜比蔬菜呢，海盐食肥牛比蔬菜。钱生活了，真快乐呢。有钱生活了，颠倒会冤家较艰苦呢。好来，无我善良，我也无；无我无善良，也无富足；无我所需要的，有吃通行我八种，就有法力，也有法吃一寸。咱若食了饱，就袂记老爸老母啦，天降玉之恩啦。你若开上帝，予你食了伤饱哦，你就袂记得上帝，所以唔通想好呀，唔通贪财啊，贪财的人目睭前无亲人啊。我直接讲，贪财的人目睭前在哪里？无囝老爸死了了袂要紧，有我就好，但是。你若无贪财，即、這个大家互相看会着。你受伤，我帮助；你艰难，
迄个钱哦，是人讲人两卡，钱四卡，多少人咧讲，钱也白啦，人两卡要入四卡，人入袂着。你咧两卡，如果你要多多买两点咧，就入袂着；，不过你要变车死咧，啊，不过你要飞机也白咧。哎呀，困难啊！上面讲，唔难花过迄个不定的钱财，哦，不定。这个钱财稳定的，无安定的，只要依靠那后世财物，要依靠依靠什么？依靠修饰和咱真多的咱享受上，唔通花过钱财。你再过多等下，应该花过什么人？花过钱。所以你这个定啊，一定啊，花过上面。好事好代志的天命，富足就是行好做好，互你好家。我你讲哦，咱咧大平哦，不去提供物业面面，因大平咧早咧不去提供物业，所以咱来四拢咧早。恁着大平官提供面，恁着去行好。你着去帮衬，你着用这个钱去听上帝，用这个钱去听迄个需要听的人。像五百十九，还是讲迄个人家的，迄个吼，这个阿哪样吼，这就是一些话题多，你知道？迄票，迄个代票去换提国票，阿你你这样子提国的哦，哎，提国票是安怎换？好事上不足啦。好、哦，那当心思想，就是讲从这个代表来，互人听人，帮衬人，安尼哦容易，互人做一个真好，把真理话面见证。那安尼哦，代表话题国有在听人听讲，来，那个咯，立足心难难开。你家己所有的最高呀！哦，这句还要听哦。因为上帝无法产生，对不对？来，那个，那个什么？那个老天的，啊，那好，那所有的比较，上帝无法产生，啊。咱挖苦迄个无钱的时代，挖苦上帝的心术，上帝啊，要传一些百姓哦，去到老年人面对，迄个家人对吼，上帝安怎咧饲遐人？你会记袂？哦，是，就是我这头一个遮是金牛车，哦，上帝马上就伫倒啦。用因因迄落烟熏互因食，啊！即马啦吼，那咧落的时阵吼，哦，有咧较甘心哦，用碗公去对，啊，有咧较小心的吼，用碗头啊，啊，因哦，上帝甲讲，甲人讲，马啦落吼，恁食偌济，捡偌济，所以捡少的也无减。啊，捡多的嘛，天光安怎？天光拢无啊！你想讲要有秘密啊，在甲后面的吼，想讲要贪啦，讲迄个我贪啊，你得哦，甲阮无人面啊，在上天啊，无落班啊，啊要安怎？哦，你做比上天更加巧，啊，更加老实。上帝是伫倒呢？啊，你唔是你会惊讲无明仔载暗，啊，就是为着贪，啊，你去抢较侪。但是贪吼，上帝无看，贪就是贪。心不带来，是不带去啊。你要死也无分得去啊，是贪心去啊。所以啊，上帝互人面前，所以爱好的带天天来补足，吃出一个。上帝所欢喜，所以咱世间贪婆人，气到家己，够好人。
北部就干那些嘛，南溪那关口跟信心来西下的，不是地主寡民，所以亚索卡在学生讲，学生去问亚索讲，我着按怎做才会得通进入进步，我才会明白，才会欢喜。亚索讲，进入进步，天助你进入大地。你就思想，你就去听迄个受伤的人，你难看是过大，所以你就照安尼行，你就照安尼行，照安尼行，你就永远活。你起来要记住，我不忙，咱是世间，因为他阿公我那里出现了，就是他比较。他上帝甲讲，你唔通讲人食，伊讲，你讲唔通，我讲通。上帝讲，哎，唔通哦，唔通贪心哦。上帝甲你讲的，你袂使做哦，迄个袂使食哦，袂使不用啊。上帝讲唔通，阿东甲阿妈讲，他来搬来食，我出去落雨，伫外面讲个话，当然要话你先。你真难听，我不满意。我每一个人拢会得听，假做一万挂挂面的人会听。那个上帝不听听的话，才能阿爸的什么得？听完了一遍，我们个拜祖的同学们，我们个大家来参与，他们就会在这些道理，把你帮助完，和我一起来亲近亲近讲，一起来看透世间。人伫我伫目睭前，食做有闻的物件，来吃看我目睭的时话，愿你予我一个人看见你的恩典，予我一个人踮伫你行内面，予我将你所求赐予我的抓住到遐，愿你予我无止来探望这个世界，因探望世界变得多，愿你的恩典得以画面出现。因错我，予我永远一人到底主耶稣基督的福，无为着贪来予我无利益，无为着贪予我甲是地的关系，甲人的关系结缘，愿你予我一人真侪注意真实的行善，来得有利永远的福。阿弥陀佛，向诸位来听，阿弥，谢谢你，恭喜。